像我和蔡明刚才聊到了我们的友谊哈，你们在合作伙伴当中有这样的朋友吗？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汪涵，因为我特别喜欢攻击别人。我从小就觉得是以损别人为主，就是我从来不会夸任何人，然后我总是见着谁的时候我要想怎么损他，然后我喜欢谁我也要千方百计的把他怎么损了，就是这种。但是韩哥教会了我要爱别人，要去抱别人，因为我以前特别拒绝跟人拥抱。因为我以前老觉得表达爱这件事儿特别傻。你认为酷的事儿你才是对的，对所有的事儿酷才是你认为对的要做的喜欢的。我不能在乎你，因为我在乎你了，现在我不酷了，我就输了吧。对，谁认真谁就输了，就是类似这样。对，但是我觉得现在真的很酷的是知道如何表达爱这件事比哪个都酷。哇，挺想。